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很高兴又在大发布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谈戒福。那在上一集里面，师父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在守戒的同时呢，因为我们少了烦恼，多了快乐，所以我们当时就享了福了。可是守戒以后，是不是还有福呢？戒福的含义还有哪些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。师父您上集啊所谈到的那个戒福、啊、就是说在守戒的同时呢啊您就已经享福了，这个是我很有体验。可是我很想知道，那么戒福的含义是不是就仅止于此，还是还有包括其他的？从佛法的观点来讲啊，持戒本身就是个布施。哦，持戒也是布施。持戒叫做布施，而且是大布施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不杀生，嗯，但是人家发愿或者是我发愿啊，不杀生，那我是不杀生，是不杀一切众生，是但愿不杀一切众生。那对于一切众生呢，我没有伤害的心，我没有啊要去从他们身上啊得到什么东西的心，或者是偷盗，那我没有想要从任何一个众生呢偷到什么东西，所以自己对所有的众生呢都是啊一层保护网，我就是保护了一切众生，至少从我这一边呢，我自己是为保护众生呢而存在的一个人。你既然是保护众生的一个人，众生是受你保护了，他的安全是你布施给他的，那不就不是就是布施吗？嗯，虽然你什么东西没给他，但是因为你没有伤害他，你不存心伤害他，他们已经得到了安全，从你这一方面得到安全，所以这个这种大布施，既然是布施，就是能够得到回馈。这个回馈，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持戒，不懂佛法，也不懂啊，什么叫做出世间，那我们持了戒以后得到回馈，我们讲五戒十善，乃至于受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也是出家戒，全部是啊人间天上的福报。你持戒清净，能够成为人间的富贵众人，能够成为天上的享天福的人，寿命长，身体健康，物质条件富裕，人际关系和谐畅通无阻，这就是世间的福。世间的福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因为自己呢持戒了，持戒的人，一个持戒的人呢，谁都不会怕你的，不会怕你杀他。如果你是持杀生戒，大家对你来讲的话啊，这个人没有问题的，跟你在一起这个是平安的，晓得你是一个持戒清净的人，他不会害人，他不会害人。甚至于一个持戒清净的人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许多的人之中，因为他持戒清净，能够影响其他的人，也不敢做坏事，要做坏事要做的少一些。比如说这个越南呢，有一段时间不是难民从海上啊逃亡，对，逃到这个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在海上流亡啊，那一段期间这个流亡的船上面，假如说有一个是啊出家人，穿着出家的衣服坐在船上，都也是难民啊，那这个海盗啊对这只船至少不会强奸，不会强暴妇女，抢东西可以抢，至少不会杀，不会杀人，不会强暴。那如果没有和尚呢，他们就强暴妇女，杀人，杀的人丢到海里去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？这个不原因，原因就是因为泰国的风俗，
那些强盗都是泰国人。哦。这泰国的边疆，泰国的海边呢、啊？海域。海盗啊。嗯。这些海盗就是，事实上就是泰国的平民啊，普通的老百姓啊，就打鱼的或者是什么，平常不是海盗。从这个时间，他们就是闹一笔。泰国人信佛教啊，他们只知道信，不知道佛法的。知道呢，和尚啊，代表着修行人，代表着持戒清净的人。有和尚在旁边呢，他们如果乱来的话，他们的罪过可大了。所以说呢，他们不敢动。这个，所以是有这个例子，可以证明，可以说明啊，有个清净、持戒清净的人，在这个环境里边，那这个里边的环境里边的人也会沾到光，不会啊受到太大的伤害。这个呢，就是啊，所以持戒就是布施，持戒就是啊做的好事。那有没有得到福报呢？那持戒自己本身就是福报啊，是，这是刚才已经上一集已经讲过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再说持戒自己啊，虽然已经得到福报之外，真的有人家回馈你，所以你也不求额外的福报，但是还是会有福报，会回馈。有人呢是现在有人回馈你，现在得到人的恭敬，得到人的尊重，得到人的崇拜，还有呢，来生，未来生呢、啊，升到人间的时候呢，又是一个大福德的、大富贵的人，或者是呢，升到天上啊，就是享天福的人，这就是说持戒，有未来的福报。可是如果说是持戒而又懂得佛法的话呢，那福报会更大吗？那就是菩萨了。哦，那就出世间以后就是菩萨了。菩萨就是能够啊，神通广大，福德自在，自由自在，那就是大菩萨了。所以这个福德圆满了，那是成佛，那就是出世间的佛，也是从持戒开始的。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从师父的开示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啊，就说这个戒福呢，在我们守戒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享了福报了。虽然我们不追求其他的福报，但是呢，还是会有其他的福报降临我们本身。所以呢，您不妨从今天开始试试看守一个戒，相信你会感受到它的快乐和福报。也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